到这边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然后现在看到之后，变得不想去相信。同学都这么难过，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的家人会。再也忍不住转身拭泪，他是海山分局新海所员警林玉祥，也是这次基隆殉职员警警专40期的林兵同学。外头的天气就像是他此刻的心情。两人学号只差一号，不止同班，还曾经是同寝室的室友，毕业后更组团出国玩。同学之间他是最尽责的副班带，在长官之中他是最可靠的美宣组，大家要知道他妹妹也在警专，是我们的学妹。殉职的员警苏玉红从小立志当警察，高职毕业后报考警专，第一次没考上，补习隔年再来，让他如愿当上玻璃士。不止自己从警，他也鼓励妹妹报考警专，曾说未来一起在基隆服务，有哥哥罩你。但发生憾事，兄妹俩一起穿上警察制服，共同打击犯罪的心愿，这辈子再也无法实现。除了同事泪崩，最难过的就是殉职员警的至亲家人。爸爸透露，想搬离台湾这块伤心地，回到金门。他们都是金门籍的哦，那也期盼说，有一个机会啊，回家乡服务。那这方面我们都会来协助，来处理。最不愿的离别方式，同事泪眼送别，苏玉红的阳光、认真、负责，只能留存心中。三立新闻孙寿祥新北报道。